只能为了救你，现在已经和整个宫门为敌了，所以你不能再留在宫门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走。你已经自由了，但愿声音是假的，你可以离开我府，找个僻静的地方，找个踏实之人，相守一生。找个僻静的地方可以，但相守一生之人就不愁。以后都不会让你吃苦的。我想多陪陪他，多留点念想，也好让我支撑以后的日子。